要发我们课程资料跟稿子下去，然后我们的课程资料，有一叠还蛮厚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分工合作，不要让某一个人孤单的在那写条目，这是很悲惨的事情。好，接下来那个现在讲师正在发稿子下去给你们，你们拿到的稿纸啊，会是一张绿色长条的。我平常写作文啊是这样横的，对不对？但是呢，由于横式的是我们用来写作文的格式，可是我们的维基百科的版面是直式的，所以请大家直的写，像这样子直的从上面写下来。好，然后字写横的啦，把稿纸直起来写横的，稿纸直起来写横的，左边。然后，请大家先写，等到我们过一段时间之后，讲师会下去巡逻，然后到时候你们在那个时间再向讲师进行提问。所以请大家先务必要先写，不然到时候时间会来不及。请等一下讲师会下去巡逻，但是讲师在巡逻之前，请大家务必要先写。不然的话，时间会来不及。发下去的书面资料哈，因为今天也有课堂上教你们怎么样去归纳条目出来嘛，所以各位应该可以从里面稍微注意一下资料的内容，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要教各位写什么条目哈。然后再来就是尽量应用你们学到的技巧。那在写作之前可以，因为我们稿子发了很多张嘛，就是说你们可以先做一些讨论，然后呢把小组先把架构做出来，然后分工各自写段落哈。那最后再做一个统合，这样会比较方便你们工作的进行。好，然后就是请务必把今天学到的知识都应用上去哈，注意一下资料的考证，注意一下条目怎么样去做一个架构起来这样子。好，然后分类的部分呢，也请在最后小组整合的时候，把你们想要把这个条目加的分类加在这个就是你们统合的那一张上面。好，就是请大家尽快。那资料量非常的多哈，尤其有些论文十几页还有两面，所以请大家把燕尾夹拉开来，不要客气，然后就大家各自阅读一下自己的章节这样子。好，你只有40分钟的时间，那个两位讲师请先到前面来哈，等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好，先把它集中记起来，那等到中间讲师去巡逻的时候再一次好提出来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的第一页会有一条列了很多页码的东西，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写的资料总目，然后书面资料这一张上面会有写，请大家的参考资料务必要写注释，然后呢参考资料你们不用写的长长一串，只要写上面的代号以及代号那一本书或者参考资料它的页码，就是说好，例如它是某某资料第几页到第几页这样子，请务必写注释。还有如果你们那一组没有笔的话，前面有笔可以来借用。就是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因为他们都在忙，好，那我没有办法去分清楚去弄他们的资料，可不可以以你跟我们观众讲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大概要怎样，否则的话这个直播这样的内容很没有意义，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那个资料拿出来告诉我，告诉在现场的，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或者我不可能说哎你拿了给我照一照这样，对不对？来，我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小组竞赛呢成果哈，今天等一下我们会做评分，
那么讲师选出来今天最好的条目，我会因为一开始有请你们登记小组长嘛，我们请小组长有危机账号就用他的危机账号，没有就现场开一个，然后呢把你们的成果 key 到危机百科上面，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查到，而且呢到时候我们会把它提出参选最就是新条目推荐，好，所以请大家努力的写，争取一下今天晚上的荣誉。好，加油。有这可能，不然的话，这个直播开太慢。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设定，就是要让他们那个不讲，然后让他们想这个。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对，就麻烦就等于做一个小小的访问这样。等一下，我把我的你可以访问还是要秀这样？对对，你秀。你秀在我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画面是这个样的。哎呀，一动到就会这样。真是很烦呢，很烦。我很怕动这个东西，一动它一不小心就会这样。现在是要怎么办呢？站着对不对？现在又不见了，是哪里那个没有？刚刚一开始也是这样，画面不见掉。那我只好再重新，我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就没有了，再重新叫一下。这就是最主要的重点，它历史的历史到几年了。